你那里是阴雨绵绵还是白雪皑皑呢？嘿，芝麻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哈哈，可是鸟语花香，清新自然，非常的舒适。哎，你觉得我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不但可以享受花田当中的漫步，同时你还可以享受原生态的耕种收获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，不是海南，也不是国外，啊，外太空？你没有开玩笑吧？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哎。其实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中粮智慧农场，在这里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比赛了，欢迎来到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。那么今天我们的选手会在这里进行五轮比赛，究竟是哪些选手可以非常幸运来到我们的挑战现场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。我是张佳瑞，我是王佳欣，我是毛思杰，我们是辣椒队。我们的口号是辣椒辣椒，永争第一，我们最棒，耶、yeah! 我叫刘新宇。我叫崔毅。我叫王希文。我们是番茄队。我们的口号是番茄总动员，大家请向前，耶、yeah! 哇，今天我认识了蓝色的番茄，荧光黄的辣椒，两支队伍听清楚了，我们要进行五轮比赛，哪队赢得了更多轮次的胜利会获得今天的冠军。我想问一下，谁想成为今天的第一名？哎，比赛得一轮一轮的比，首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关，对抗大竞技超市配送员。游戏规则，两队分别要采摘三种蔬菜，总量为5斤，不足5斤或者超出5斤要重新采摘，最后哪队总量更接近5斤，哪队获胜。现在我们为两队同学各自准备了几种蔬菜，你们要在规定的20分钟时间内找到这些蔬菜，并且按照我所提供的要求去把它拿过来。请看，每队是一种蔬菜和2种小西红柿。我们这边的番茄队，你们要找的是奶油生菜，还有摩斯特和沃尔特这两个品种的小西红柿。而这边辣椒队，你们要找的是苦菊和金丹小黄玉，还有加西纳这两个品种的西红柿。哎，但是还是有要求的，除了要找到相应的品种之外，只要5斤，只能5斤。如果拿过来的超过了5斤，乘机作废，重新再去寻找，再去拿，明白了？我们要求比的是20分钟的规定时间内，哪队更接近5斤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。明白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？明白。每队提供手推车一个，2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先找啊，先找相应的菜，别拿错了。你拿错了，拿10斤5斤都没有用啊！他们已经领先了。比赛开始了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是，在没有任何测量工具的前提下，如何才能比较准确地估算出蔬菜的重量？对从不买菜的他们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。3种蔬菜一旦不足5斤，或者超出5斤，还要重新去采摘。规定的时间内如何能最有效地完成任务，还需要同学们好好地策划一番了。哎，看来同学们要想驾驭好小车还得费些时间呢。快快快，慢点，不着急，来走，慢点啊。不是番茄吗？咱们先去番茄工厂。番茄工厂，那应该就是番茄工厂吧？问一下，问一下吧。番茄队选择先采摘附近的番茄，再去较远的地方采摘生菜，而辣椒队却恰恰相反，不知道哪队能用时最短呢？是这样的，来，推车快出来！哎，这个我拿走。一斤有五百克，刚刚一颗是100克，
那咱们现在先拆四斤才是一克，啊，先拆是一斤。那咱们得拆20多。辣椒队好像集体混入了数学题的等量换算中，不知道现在的番茄队情况如何了呢？哎，我们是摘青的还是摘红的？咱们摘红的。但每一个番茄呢，这都有一个跟人体的一个关节部分一样，咱们拿那个指甲插到这里，把了这么轻轻的一掰，这个事儿就下来了。哦，是咱两个模式错了。你这大概多少？老师都已经教过同学们怎么摘番茄了，可是大家这速度有点慢呢。不要忘了，我们可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咱们现在总共有多少颗？我刚才拿了个特别大颗，12颗。这回我就应该够了。咱们如果再不够，现在再回来摘吧。这现在再放也放不下，那就再摘一颗。嗯，您能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些大概是多少？多少斤？那是大概您看这是大概是几斤吗？你们摘了多少颗呀？我不知道。有，多吗？多吗？不多，刚好。2亿。好，下一个。行。经过一番精心计算，辣椒队率先摘完生菜，可是这个数量会让他们再跑一趟吗？10分钟过去了，番茄队的进展依然很慢。蓝队，你们摘了多少了？我们摘了好多。我们把苦就摘完了。别这么多吧，这么多吧。够吧，看一下。我看应该够了吧？那要不咱们再拿呗？要不咱们再拿呗？它什么品种？沃尔特。看着番茄队不紧不慢的样子，莫非他们早就胸有成竹吗？其实这个环节除了时间紧迫，当然能一次性把握好重量，确实要比再次回来重新采摘要更有胜算。王大师，你们摘多少个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。这么一点番茄加起来能够5斤吗？走吧，走。番茄队采摘的数量看起来是辣椒队的2倍，会不会已经超出5斤了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去吧。辣椒队已经找芝麻称重了，他们会一次性率先完成任务吗？那个是这个吗？谢谢。找到哪儿？你还必须问一下，这个应该怎么摘呀？谁给几分？你要是拿走，这么可以拿。2.5千克。啊？好，你们现在的差太远了。金丹、小黄玉和加西娜加在一起只有0.72公斤。什么？也就是多少？好少。一斤半。正好1斤半，还差3斤半。不知道加上剩下的生菜能凑足够5斤吗？啊，这个还大。不过这菜一个确实，我建议你们考虑清楚了。菜也差好多耶，0.38，差太多了，连1斤都不到。什么？连1斤都不到？你们可以选择带着这些菜回去再去拿。我们拿点筐，能不拿小推车太麻烦了，推车。可以。没想到辣椒队3种蔬菜加起来都离5斤相差甚远，他们不得不回去重新采摘。我觉得不够5斤吧，这我现在称着吧。这超了的话就不行了。现在先别超，还是用小巧。1.76。现在只要他们的生菜不超过1公斤，就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得。2.13啊，2.13，别着急，一个个往上加啊。2.5，但是超过2.5，就得重新拿。超过2.5就重新拿啊，最后这颗菜很重要。
2.42。哎，还要不要拿？番茄队现在只差0.几公斤就能达标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聪明的他们先将一个番茄的重量称出来，以后再去摘相应的个数。0.12。好，一大一小啊，拿着就跑是吧？好，快走，咱们就拿一个两个袋。没想到番茄队离完成任务只差2-3个番茄的重量，而辣椒队能赶在他们之前补回差的几斤蔬菜吗？因为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，浪费了，吃一个，谁也把它吃掉。好干净，辣椒队这次又摘多了，为了不浪费，大家决定赶紧先吃掉几个，可别越吃越少啊！咱把这吃了，你赶紧端着走吧。我觉得再吃就不够了。那个再吃一个，然后就赶紧把这些端走吧。行，少了就还得再来摘，就浪费更多时间。嗯，我们也摘完了。对，这是他们的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他们是2.42，也就是只差了0.8公斤。我有点犹豫，我不想有点赶，我觉得有点要多哎。对对，可能要多，要多。1.01了啊，掏了就全部重新拿，这些就作废了啊。2.47，还有那么多呢。2.47啊，这还有一个啊。2.5，但是别忘了，你还有这样一捆菜。一共要多少？一共是2.5，一共是2.5。2.84，超了。辣椒队超了0.3公斤，现在只要番茄队不超过5公斤，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我们不称那些了，只称你们新拿的2个。好，加上0.6，你们刚才2.42，加上0.6是2.48。我来宣布结果了。嗯，好的。你知道他们是拿了多少吗？多少？对，他们的一共是2.5整。但是没算蔬菜，他们超了，你们赢了。番茄队1-0暂时领先辣椒队。问答大比拼，农业知识大碰撞。本轮比赛采取交替回答问题淘汰赛的赛制，每位队员都要回答芝麻的提问，如果你答对了继续回答，答错了你将被淘汰，由你们队的下一位队员来接替你回答，哪队的三位队员都答错了被淘汰，另外一队就会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。听清楚比赛规则了吗？听清楚了。请听题，蚊子最怕哪种蔬菜的气味？芹菜、辣椒还是大蒜？应该是最后大蒜。回答正确。请听题，菠萝的花是什么颜色的？是红色的、白色的还是黄色的？你选择。好一朵美丽的菠萝花，红白黄？白。白。对。回答错误。正确答案红花。你被淘汰了，请说出5种以黄豆为原料而制作的美食。黄豆。哎，用豆子做的美食。豆浆。可以。那个豆腐。啊，好。那个。红豆粥。这不行啊。臭豆腐。臭豆腐可以，回答正确啊。腐乳吗？啊，腐乳可以，腐乳可以啊。火锅里我们可以涮一点那个啊，什么皮儿？豆皮儿。回答正确。好，5个啊。哎呀，有点困难。请唱出2首带有花字的歌曲，说歌名也行啊。茉莉花，女人花。女人花也是花啊。得换一个啊，女人花这不行啊，不能过啊。茉莉花，然后蓝莲花。蓝莲花，茉莉花，可以。请听题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请问粟是哪种粮食？小米、大米还是小麦？小米。确定。确定。不改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蒙的。蒙的。恭喜你蒙对了。哎，粟，小米，很早以前我们就吃啊。请听题，以下哪种是先开花后长叶子的啊？石榴树、梨树还是腊梅？
三二一，什么？梨树。梨树，对不起，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腊梅。两位同学都被淘汰了，最后的机会了啊，请听题。猕猴桃的果实长在哪里？藤上、树枝上还是树根上？对，我们一般的果子啊，你看都是长在树枝上，对吧？苹果呀，砸了牛顿是吧？但是你看西瓜就不是了，它是长在地下的那个藤上，对吧？那你说这个猕猴桃是树枝上、藤上还是树根上呢？请作答。应该是树根吧。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是在藤上的。对不起，你被淘汰了。好，请听题。甘蔗的原产地是哪个国家？巴西、中国还是印度？哎，我小时候我就看那金箍棒特别像甘蔗啊，我于是我就找那个卖甘蔗的地儿，我买个甘蔗回家当金箍棒玩，哎，挺好玩的啊。你怎么越来越像孙悟空了？孙悟空也不吃甘蔗，他吃的是桃子。巴西、印度、中国。巴西。巴西，对不起，正确答案印度，你们赢了。辣椒队扳回一局，1-1暂时打平。默契大对决，蔬果大猜想，本轮比赛，每队的三位队员都有各自的职责，一位队员负责拿蔬菜水果，一位队员负责比划描述，还有一位队员负责猜测。在规定的5分钟时间内，哪队猜中的蔬菜水果更多，哪队就会赢得这轮比赛的胜利。但是你在描述表演的过程当中，不能带出这种蔬菜水果名字当中的字，明白了吗？好，首先由番茄队率先开始比赛，5分钟计时开始。这个东西是红色的，要动作啊，动作，动作都要有。红色的，吃起来呢？辣椒。正确。这个，这是一个蔬菜，很长，很细，它有好几种品种，而且它的上面有很多毛。大葱。就里面的那个，它那个啊，瓤很。白色的，然后很面。丝瓜。山药。对，好，正确。这个是一个不规则的圆体的一个蔬菜。冬瓜豆。正确。很呛，然后它有很多层皮。洋葱。正确。很辣，夏天的时候可以拿它熬汤。几个字？一个字，姜。对，正确。这个太简单了。这个两个字儿，然后是一种水果。橙色的。哦，我们这个队名。番茄。正确。时间快到了啊！时间快到了。哎呀，他都猜不出这个了，你还拿？哎呦喂！兔子。太实在了。可爱吃，但是是另一种颜色的那种东西。兔子很爱吃什么？兔子很爱吃什么？是什么颜色的萝卜？带萝卜了，快过过过过。像一把小伞。蘑菇。正确。萝卜。很多瓣儿，很多瓣儿。香蕉。很辣，很呛，很多瓣儿。好，正确。小白兔很爱吃。他就太喜欢白兔了吧。对，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呢？他都猜不出来，你还老拿呢。小白兔很爱吃番茄。三十秒。小白兔爱吃番茄，我第一次听到啊，爱吃番茄的小白兔。五四三二一，来向后转。胡萝卜你不知道啊？清点一下啊，在规定时间内，一二三四，拿住啊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共答对了8个品种，所以我们要看看辣椒队能否
超过番茄队。五分钟计时开始。兔子特别爱吃的胡萝卜。好，正确。这个特别长，上面是棕色的，就是麻药，里头比较面。麻药，这是蔬，里头比较面，面乎乎的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山。啊，你还能说字了啊？过过过。他们是什么队？番茄队。好，正确。它现在是绿色的，上面就是蓬蓬的，像羊的身体一样。像羊的身体一样。青萝卜。青萝卜像羊的身体一样。不是，菜花。好，正确。像一把小伞一样。在童话里，这个可以用来遮雨。遮雨的就是长在地。蘑菇。好，正确。特别的，紫色的，有好多层。可以干啥？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下剥，特别大。洋葱。好，正确。这个长在地里头，特别脏，不是规则的原因。也不脏啊，挺好吃的。我们都爱和牛肉炖一起。用什么来炖？用什么来炖牛腩？用什么来做薯条？土豆。好，正确。几个字？一个字，一个字。它下面是白色的，上面是绿色的，然后也特别的辣。啊，一般煎饼卷。煎饼卷用什么来做？山东人爱吃啊，煎饼卷。可以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放到锅里边来调味。啊。姜啊，葱。对，正确。这是绿色的，是一个圆形，它。第一个字啊，书，上学要背书。包子，包子是蔬菜，包菜。正确。这个它举起来就像举一个火把一样，它上面是绿色的，棚的下面是一个圆柱形。好，正确。这个是白色的，它它可以很辣，加上了，正确。五，这上面是绿色的，四，可以一层一层剥。三，二，小，对不起，时间到，十个，所以这轮比赛获胜的就是我们身穿绿色队服的辣椒队，恭喜你们！耶！辣椒队2-1领先番茄队。智勇大较量走迷宫，现在我们就在一个设计师都已经迷路的迷宫里。他设计完迷宫，他自己都迷路了啊。这关要求你们从迷宫当中走出来，当然要通力的配合。我们给每队会发放一个迷宫的地图，上面还有一条线路。哇，我告诉你迷宫怎么走，看你能不能走得通。比赛是这样的，一位同学负责在桥上指挥，两位同学负责在下面走这个很大很大的迷宫，哪队用时更短，哪队就获得胜利。但是在迷宫当中有一个用水泥砌起来的部分，灰色的部分，里面有一些时间果，有5种不同的瓜果蔬菜，每一种都可以捡不同长度的时间。一共有10个时间果，5种，你们可以尽可能多的找，找到了就为你们的总时长减去相应的时间，最终哪队的总时间用得更短，哪队就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现在我要找两位向导，你们哪队谁负责站在桥上指挥？我。我，两个男生负责指挥啊？你们是自你们自愿的吗？为什么你们不指挥呢？因为我们当时是想跑看不懂地图啊，看不懂地图。我看出来了，那你们就师徒二人一起西天取经去吧。每队发一份地图，你看啊，
红色的部分就是你们的路线，红色的部分就是你们的路线。记住，尽可能多的找到时间果。准备好了吗？对，出发。两队的女生都已经进入迷宫，她们都说自己看不懂地图，难道不知道女生的方向感也是比较弱的吗？不知道她们能否完成任务呢？直接直接，然后呢？再往下走。一人指挥，两人走，最重要的可全在指挥的队员身上。他需要时刻保持清晰的思路，才能给队友们正确指出道路。这个走的也没别的出口啊。快，显然番茄队的指挥员游星鱼自己还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呢，这可急坏了同队的两位女生。然后呢？你就别动，你在我不到，你在看我们怎么走啊？你就回到原地，别跟着他们队走啊。什么？回到原地啊？哎呦喂，我服了你了。相比之下，辣椒队的张家瑞却是胸有成竹，思路明确。他们能最快的到达藏有时间果的地方吗？对，走。在这个都用栅栏围起来的迷宫里，有很多走不通的死路。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时间果，并且走出迷宫，不仅要考同学们的勇气和敏锐的观察力，良好的心态和耐力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死路一条的辣番茄队们，加油吧！我说辣椒队的张家瑞，怎么还有空关心起对方的路线了？还是赶紧看清你们队的路况吧。对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说错了，往那边走，直走，往那边走。怎么样？作为指挥员，在迷宫里可不能一心二用吧？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走就行了。这边。对，那边，你看这是死路。这边。这是死路。那边走。看来辣椒队有了思路清晰的张家瑞作为指挥，确实少走了很多弯路。可是另一边的番茄队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怎么又回去了？这条路，这条路从开始，我看一下，行不行？这个是死路，不然那你看这前面走错了，这对的。我都快怀疑他是不是卧底了。这是死路，死的，还是死路？这是死的，死路，没有。转一下，转，快，我看一下。满心焦躁的两位女生似乎快要对队友失去信任了，决定自己先去找路。而此时的辣椒队已经离终点就要越来越近了。那还不是要回去了呀？你们马上就到十强了，相信自己吧，使劲跑吧这回。哎，我就说跑这一段得把它洗净。没关系，咱们得先拿到时间。那呀，对，沿着桥走，你们一会儿就进去了。哎，进了。是。对，你们到十强了，太好了。辣椒队已经找到了第一个时间果，
可怜的番茄队还苦苦地困在迷宫里呢。天哪，你能把我们的位置 GPS 一下吗？这对的，死路又是死的，我得这么走，拿走我哪条道，这条你走对了，对，走对了，走，这目前只有一条路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带速度，走，左拐，走吧。辣椒队陆续找到了好几个时间果了，番茄队可要抓紧时间喽。哎，天哪，晕，真的。转一下。然后呢？左转。然后接着往一直往前走。往前走。拐！番茄队最终在队友游心鱼的坚持不懈下，脱离了让他们抓狂的迷宫苦海。可是此时，大部分的时间果都已经被辣椒队抢先拿完了。好冷！番茄队，赶紧找时间果！你们的对手已经找到了六个时间果了。你们选择直接撤退也可以啊。走啊，咱！哦，现在番茄队选择了直接撤出来，即使他们先回来，但是他们一个时间果也没有拿到。辣椒队，据他们自己队员所说，他们找到了六个时间果，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他们找到的都是哪六个，然后能减掉多少时间。两队都已经从出口往外跑了，但是不同的是，辣椒队拿到了六枚时间果，番茄队一个都没拿到。那究竟谁胜谁负，谁用时更短呢？他走之前特别自信跟我说，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确实没失望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这样了呗。哎，看看你们，哎呦，好，你们的时间果有哪几个？南瓜两个，这个是简直简直最多了啊！番茄两个，啊，番茄两个，一个洋葱，一个白菜，啊，生菜哈。番茄队，你们失败了！哇，你太过分了！快拿这个番茄队，你们失败了！我觉得这样，下一关绝对不能放过你们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这次我们只是选择性错误，下次一定不会让。好，因为两队是同时归来，而我们的辣椒队一共得到了六枚时间果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减去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具体是多少呢？我们现在就不做统计了，减了很多。而这边番茄队没有拿到时间果，他们去的时候说我看到箱子了，一打开空的，非常遗憾。所以本轮走迷宫获胜的就是我们的辣椒队，恭喜你们！哎呀，南瓜！辣椒队乘胜追击，3-1继续领先。在这片植物栽培区里，有一群肉嘟嘟特别可爱的小伙伴，就是他们。因为叶片多汁有肉感，所以他们被人们亲切地叫做多肉植物。作为高等植物的他们，在全世界共有10000余种不同的种类呢。因为它们体积小，造型可爱，像一件小工艺品一样，既可以近距离观赏，又可以拿在手上把玩，所以近年来多肉植物作为盆栽在世界各地广受人们的喜爱。今天我们的创意比赛就跟它有关，两队在这里寻找自己需要的多肉植物，自由搭配制作一盆创意盆景。他们会挑选哪些造型的多肉植物呢？让我们去看看吧。放这个不行，这个太杂。这咋不好看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想要高的。这个好看吗？哎，不行，那个，长得特别茂盛。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。我觉得应该找点高的。我觉得咱们绿色太多了。对，咱们绿色这俩撤了吧。
这个有白色，这个挺好，这俩淘汰一盘。每队都挑选了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多肉植物，不知道他们能否如愿达成自己想象中的盆景呢？他这个长子创意大测试，小小园艺师。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植物园，那里的植物非常美丽，还有很多搭建出来的不同层次的景色。今天两队的同学就要成为小小园艺师，在我们的植物栽培园里有很多的多肉植物，他们要选择自己心仪的多肉植物，然后在规定时间内搭配出自己的小小盆景。最终要由15名大众评审，也就是我们智慧农场的工作人员来评出哪队的作品更好，谁的票数多谁就赢得这轮最后一轮的比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这都是你们选好的多肉植物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在规定时间内开始比赛。两队的默契度还真是高，选择的种类都大同小异，那唯一取胜的关键就要看哪队更有创意，手工活更精致了。你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做一个花园吧。这个是我的花园。为什么要选这些植物呢？因为这些有的是很亮的。啊，就说有一些主色调。对。那你们想做一个什么主题的花园？就是漂亮的，也有很多，就比较亮丽的，多色的。亮丽的。嗯。小女生比较喜欢的。那你就做配合吧。好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两队啊都选择了基本相同的多肉植物，没错。那怎么样在同样的素材下超过他们呢？你们有主意没有？我觉得就是创意的问题，所以我们选择一些比较有层次感的一些花，我们觉得这样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。他们也要做公园？哎，我们是那个小山上的公园。小山上的公园，也就是说山可能会是你们这个主题当中非常有颜色的一笔，对吧？嗯，就把这个。我看看你们的山会做成什么样啊！好，加油，期待吧。制作多肉盆景其实特别简单又好玩，先把土在花盆里铺好，再把自己挑选好的种类按照大小不一、高低错落的搭配方法，一颗颗栽种在土壤里，这样看起来也会比较有层次感。栽种的过程中，要用手轻轻地压实植物底部的土壤，使它固定住。这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多肉植物一般比较娇小和脆弱，直接用手不容易拿住，并且容易伤到植物本身。最后再撒上一些装饰物就大功告成了。怎么样，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想制作一盆好玩又好看的盆景呢？不一定非要用多肉植物，大自然的很多植物都能搭配出精美的盆景呢。最重要的得看小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思和灵巧的小手了，赶紧和小伙伴们一起动起手来吧。我正在努力，可是这个太腻了。等一会儿撒花的哦。不要按花，我把这些掰成两半，一点放这边，一点放这边。我觉得已经够多的了，我把这分成两半，你就可以撒石子。没有用，分成两半好，你把它摘一点。两队的盆景制作都开始进入了最后的点缀修正阶段，不知道是号称最有创意的番茄队能赢得评委的喜爱，还是要做一个花园的辣椒队更胜一筹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两队同学的盆景都已经制作完毕了，究竟谁是更加出色的小小园艺师呢？现在我们在现场请到了7位智慧农场的工作人员，7位老师，他们将作为今天的现场评审。两队各自阐述自己的盆景，哪队的盆景赢得了更多评审的青睐，哪队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。当然了，评委们用什么来投票呢？当然要有这边的特色了，每人手里有一个大南瓜，哪队获得的南瓜数更多，哪队就赢得这轮比赛，明白了吗？好，番茄队、辣椒队，谁先来讲述自己的作品？我们先吧。好，有请番茄队。栽培其实我们的心是想，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看见它们非常漂亮，然后都绽发出自己不一样的光芒，然后我们想如果把它聚在一起会不会反响会更大，然后我们就把它们都放在一起，然后再拿彩色的石子铺上，就是真的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美。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，比如像这盆花，就像它好的地方是高，但是呢有一些旁边有一些不好的叶子，然后它就可以用它来帮它，就可以用这株花帮它藏一下。那么这时候呢，
他自己的优点也显出来，他的优点也显出来，就是用大家团结在一起，肯定会有更好的反响，就是想让大家团结起来。好，那你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团结的主题是吧？对。哎，然后有一些层次是吗？嗯。好，那这根长长的是什么意思？这根就是指我们，就是我们中国会将来向更多的地方推广，然后我们会更加好，然后这就是那个就跟丝绸之路的那种感觉似的。哇，口才真好，一带一路都出来了啊。好，好，现在讲完了吗？你漏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哎。哦，大家投我们一票吧，求求你们了。求求你们了，这事儿不是跟球没关系啊，还是要靠实力说话。好，请辣椒队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盆景。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盆景的时候想，就是想做一个小溪，然后空气都很好，有这些植物来绿化。结果后头呢，这些植物因为太大了，我们就开始又改变想法，想跟水有关的还有什么，那就海，然后就做了一艘船出来。这个是它后头的那个，就是后头那个喷气的地方，然后这块是它的两个帆，前头是一个航海的东西，比较大而且也比较好看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周围铺上一些彩石，就把它点缀出来了。周围放了一些黄金草，嗯，这些变得更亮，显著一下。主题是一艘船的主题。嗯。为什么要做成一艘船呢？就是一开始做完这些以后，一开始是没有这片叶子的，然后后头我们又捡了一片叶子，就想把它改造成一艘船，然后就把叶子插在这儿。好，两组队伍他们的植物其实大同小异，但是主题差别非常的大。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很不同，那么究竟评委们更加青睐谁的作品呢？现在两队同学请闭上眼睛，不能看啊。评委们请投出你们坚定的一票。番茄队以团结为主题的盆景有美好的寓意，辣椒队以扬帆远航为主题的盆景也有很大的理想抱负。电视机前的你更喜欢哪队的作品呢？哦，还有犹豫的啊，还有犹豫的。我们可以凭借桌子上砰砰的声音来判断一下。最后这一票很关键啊，很关键。好，你听见桌子上刚才响了几声？三四声吧，我听。三四声啊，三四声，反正七位评委四声就赢了。你觉得你们队现在有几个南瓜？几个？我没听清。没听清。三个。三个。听得很清楚是吧？对，三个就输了啊，三个就输了，四个就赢了。也许刚才也许是一个南瓜滚过去了，没放在你们队长，你们可能只有两个，那输得更惨啊。好，我数到三，我们就可以睁眼来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。来，一二三，请睁眼。3-4，获胜的是番茄队。恭喜辣椒队3-2赢得今天的比赛。通过了五轮比赛，我们的冠军终于产生了。今天获得第一名的就是身穿绿色队服的辣椒队，耶！那我们挑战大现场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挑战。我们的现场已经做好准备，电视机前的你准备好了吗？想来挑战吗？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下期挑战大现场节目再见。冬季的盘锦，别样的风情，凛冽的北风，舞动的激情，往日沉睡的黑土地，今天一派喜气欢腾。辽河口养育出的一对小儿女，召唤四方的朋友，走进稻米的家乡。盘锦稻耕文化博物园正在等待着你的到来，这里有用稻茶在大地上创作的吉祥图案，这里有用稻草在田野里雕塑的艺术形象，寒冷展示着它的威力，如期而至的精灵们使这片土地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。三个各具特色的家庭来到冬季的盘锦，热炕头上他们感受东北乡亲的热情。艺术园区，他们用稻草捕捉时尚气息。冰面上苦苦等待鱼儿上钩。便宜大的，没有鱼可吃。不知道。二哥，
迷宫里，齐心协力寻找宝藏。我要找着一个。哎呀，太沉了，沉死我了。两天两夜时间，八项挑战项目，他们拼尽体力，他们展示创意，他们比赛智慧与默契。但是，比这些更重要的，是在比拼中找到家庭的凝聚力，是在比拼中体验冬季盘锦的魅力，是在比拼中感受友谊，感受亲情，感受温暖与幸福。好，必胜！那么大，怎么走啊？大海捞针。篮球，你别玩了，快出来吧！一个挑战又一个挑战，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，奋力拼搏。父母看到了孩子的成长，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力量。胜利是每个家庭热切的渴望，感动和激情在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流淌。我喜欢刷，我妈为家的翻车。我来够了。你还挺懂的，你谢谢小严总。哇，好香啊。我们永远争第一。好，开门，开门东北人的热情，小伙伴的泪水，是沉沉的礼物，珍藏在归去的行囊。冰天雪地里，芝麻开门，盘锦东游记，欢乐亲子行，近期热力开播。一起走，牵你的手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。